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神。今天我们来100块。我们今天要来玩好久好久没有玩的好物狼人杀。Hello， Hello， 嗨嗨，我是雪兔。好，还有我是蛤蟆。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谦。Hello， 这是好手牌。Hello， 我是玉仔。今天我们要来玩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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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玩的好物狼人杀，耶、yeah! ！好久好久好久了，距离我们上一集的阿乌狼人杀已经经过了整整一年半的，没错，已经经过了快要到两年了，好久好久好久了。哎，如果你是个高中生，你第一次看我们的阿乌狼人杀的话，然后你现在就看到，你就差不多多准备要考大学了，超级生小孩了，超级生小孩，好像有点太夸张了，好不好？高中就想生小孩啊？我们今天呢要来是隔两年，我找来了好多好多好多 YouTube。要来一起来玩好物狼人杀系列。那这两年当中呢，我们的作者呢新增了一头拉扣有的没有的东西进来，我们新增了三四种全新的职业，这里有什么掘墓者啊、骑士啊、什么守卫啊，一头拉扣的职业，然后还新增了两种全新的模式跟30张全新的地图，超级给他多，所以来、今天呢我们就找来了一头拉扣的 YouTuber 陪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经典的好物狼人杀系列到底还有没有以前那种感觉。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如果各位喜欢这种有趣的阿乌狼人杀系列的话，想看到我阿翔再找更多 YouTuber 一起来玩阿乌狼人杀系列的话，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人体蜈蚣哦，怎么越来越长了？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知道，看看我们今天能不能够给他突破个5000个喜欢。要是如果你今天有给他留下那大大的喜欢的话。雪兔就会像是这个样子跟踪你讨厌的家伙，耶、yeah! yeah! ！他就会让你讨厌的家伙心里留下阴影，好不好？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有只可爱的小小的皮卡丘，嗨，没错，露露的露饼柚，哎，陪我们一起玩它，它是我们当中最可爱的家伙，所以呢，我们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游戏新增了什么全新的职业，好了，来。各位，游戏是没有看过这款游戏的各位，这游戏的说明书里面分成了1、2、3、4、5个超级大的项目，然后总共有52页，那我们就一点一点一字的给他看过去，准备好了吗？鱼仔来喽，3、2、1 ，ready， 看起来，哎，没错，这款游戏就是这么的简单，哎，想必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如果你没有看得很清楚的话，0.25倍速给他看下去，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稍微靠一下，我们职业该怎么选好了？我们今天第一场，因为已经一年半没有回来玩了嘛，对不对？我们今天给他玩的稍微给他简单一点点好了，好不好？我们的猎人、不需要预言家打开，如果没有预言家的话，给他玩个毛啊！然后呢，女巫也给他打开。顺带一提啊，跟大家说好了，大家来看一下这本书啦，我们来稍微一点点小小的认真看一下好了。以前呢，我们的职业他最多就是有一个技能嘛，对不对？那现在呢，这个职业啦，他到晚上的时候可能会有2、3个技能可以用。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进去之后你就会知道，例如像是我们女巫以前就只有毒药而已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以前的毒药还会不小心丢到自己，但是现在他的毒药他可以在远远的地方看着别人就可以使用，超强，100%使用，而且还多了一个解药的样子。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现在每一个职业他可能多出了两三种技能这个样子，就连最笨的村民好像都有酷酷的东西可以用，一个叫做勇气的棒棒，没错，他可以那个戳狼人这个样子的。好啦，那我们第一场的话就来开个基本的职业好了，好不好？那我们的职业如果都调整好的话，那这旁边有东西可以选，例如我们等一下白天的时候大家可以选个警长呢在白天的时候他的票数是就有点像是里长的样子了，他的票数会是2票，对，他可以就是有比较大的话语权这个样子。两个势必来的，他新增了一个叫做找职业按钮，对，我们以前的职业是用系统随机分配的嘛，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呢，它可以让我们在游戏中可以藏按钮，然后你只要找到按钮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当的职业这个样子。好，那我们来玩个找职业按钮式，然后来看个地图，以前最多到 Underground 的话，它现在新增了一个叫做威尼斯小镇、花村跟库米温泉旅馆。那我们今天呢，先从我们的雪丁村开始，好了，好不好？每次 okay, 我们玩狼人杀都要先从最熟悉的老地方开始，顺便
熟悉一下，这经过了一年半，这游戏到底改了是什么鬼东东？那如果各位大大的喜欢都给他种下去玩之后，让雪兔去跟踪你那讨厌的人，哎，也别忘了在。也别忘了在底下的留言区告诉我，下一集的时候你想看到其他的 YouTuber 哪一位 YouTuber 陪我们一起玩，留在底下的留言区推荐给我呗。那如果你们都做好的话，我们就要准备 Go Go 喽，各位来喽 ，And 3, 2, 1 Ready， 走开啊 ，Go Go！ 早安，纽时间。我身上有一颗按钮，哦，按 Q 可以改变按钮的种类，可以把它藏着，可以藏在一些很魔鬼的地方吗？好的，哎，那我们的按钮是，我怎么知道我这个按钮它是什么样子的职业？还是指说我们的，我话都还没讲完就藏好了？还是指说我们找到按钮，找到按钮可以那个？还是说我们找到按钮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想要什么职业？那我绝对会当个好人，绝对，我也会当一个好村民的。我是说这个都会变成狼耶。不一定吧，通常像是你这种天然呆最可爱的人，通常都是狼啦，好不好？我该应该都是黑色的，真的破开都是黑色的，谁还没有把按钮？哎，谁把按钮藏去哪里啦？哎呦，我找不到，有了有了。他是那个，干嘛呢？他是可以自己选择你想要选择什么样子的职业？哎，狼人的按钮走那么近呐？谁敢去按那个？谁敢去按那个？我盯得牢牢的，我盯得牢牢的，谁还没有选狼人呐？啊，谁选狼人啦？啊！刚不是大家都选村民吗？怎么还有一个？我是觉得啦，小白从头到尾都没有讲话啦，感觉我已经选好了，就这样。我觉得你选了什么？我觉得你点点加沙瓦工呢，各位，各位，我们开开心心来到这个度假村，开开心心，好久没有玩不是太空狼人杀了，雾狼人杀，我们大家到中庭集合，我们现在来选个里长，各位把你们的叔叔拿出来， okay. 我先来发表一下我的那个政见，我觉得小白是狼人，你们如果投票给我的话，我会有比较高的话语权，可以把它给现形现出来，好不好？各位投给我吧，好不好？我的意见在哪？我的意见，我是你，我投给你。那个就很像是投给你的，没有，右手边就是有一票。各位投给阿神，动算，哎，动算怎么那么久？好，阿里嘎多，谢谢各位，谢谢你们。小白是第二任警长，不能够让狼当警长啦！什么意思啊？我什么都没做。哎，白天的呢。好了，大家都躲好了哈，小心点哦。躲啊，小心点。那个发表政见最大声的很有问题哦，小心点。哎，我看到狼了，狼在中庭。那，你看到吗？他在中庭跑。我看到了，他跑进去了，对，进屋子一楼，小心，我跟你讲啊，讲话的这两个都有机会是狼吧？这两个最有问题了，够傻了，你们一群人完全不讲话的，我在看着他，然后你就讲说，哦，他进去了，我连不是他真的进去了，我没看到。哎，阿庆他根本就是你啊！我总觉得雪兔超可疑耶！啊，没有，我看到雪兔很多。雪兔是那个吗？他是，我看到雪兔了。他是人吗？好，对，他是人。OK， 他是人没错。第一，你确定他是人吗？我也看到阿仙了。哇，你们两个是，我们现在只有一只狼哎。互保，好，我们现在只有一只狼哎。好，我知道阿神怪怪的。什么？我用怪怪的？有道理。阿神怪怪的。什么？哎，什么叫我用怪怪的？阿神，你干嘛？你干嘛？没有。你干嘛？你有什么？在哪里？我如果是狼，我都要干掉你了啦！我要被干掉了。等一下，就懂马得，从刚刚到现在都没有出现的人是谁？你没？我跟小白有看到哦。你们要这样说话，我要直接跳了。哎，没错哎，我跟小白是看在一起的哦。某哥，你在？哇！某哥，你躲哪里呀？某哥，哈。柳哥，你从头到尾人都去哪了？人家哦，你怎么那么远？某哥，你走哪里呀、啊？某哥，神哥有点怪怪的哦。某哥，那你干嘛跑掉？某哥，为什么回跳啊？我总觉得，哎、欸，我们现在第一天课的时候可以投票，我们要票任何人吗？还是有没有这那个预言家要跳出来？我觉得何某是可以被怀疑的。我是预言家，我直接跳预言家。我先踩你一下。OK， 精彩。那我们听一下何毛怎么讲好了，我们听一下何毛怎么讲。真
很好说我怪怪的，但是你为什么要被抓到之后你才跳出来？为什么晚上的时候你从头到尾都不讲话呢？啊？哎，因为我在听反应啊，我感觉有两个男人。什么叫做在听反应啊？那些受害者的反应，对不对？两个男人，很奇怪呢。很好，来来来，看见了，怪怪的哦。你觉得是谁？我青菜。你要到我旁边吗？我也青菜。没有没有没有，你可以继续，我们先砍你。等一下你可以继续讲，我们可以用反悔。哦，现在有反悔票哎、欸。对、啊、耶、欸，对，我们可以用反悔。我们先投你。骗我！我靠！请说服大家，不然就要跟你说拜拜了，何茂。你是昨天晚上唯一一个没有出现秀在大家面前的一个人。我觉得也没什么关系。假设这一个杀错，我就下一回再把那个。哦，不是耶、欸，不是耶、欸。OK， 那有没有真预言家又跳了？有没有吧？阿神了吧？阿神了吧？不是啦，阿神。哎，我刚刚哎，小白，我刚刚在你旁边呢、欸。我刚在你旁边呢、欸。你看着我，你看着就想咬我啊！我咬你干嘛、啊？聪明的都是狼人啊！不是，我咬你干嘛、啊？不是啊，然后第一局就先博人家人气、啊。我咬你干嘛、啊？没有。好。啊。哎、欸，白天乐，怎么了？好了，怎么样？雪兔败部，全部都有他能够讲遗言吗？我是刚刚在外面有看到鱼仔在旁边，在楼下一楼，然后對、啊、那其他两个家伙嘞？我多想百人星，百万年薪，小白啊！放屁放屁！你要不要看我一遍？不是，没事，我只有六百。我能够保鱼仔，那个小白跟阿谦呢？有人可以保我，但大家死了，那怎么办？他怎么保你？你是说他刚刚在你旁边吗？还是是什么意思？可以保我的是上一局的雪兔，再怎么样我也不会杀掉保我的人啊，哪有狼人这么笨？嗯、可是上一局完全没死人哎、欸，你搞不好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身呢、啊。不是啊，我们两个就同时看到狼人了，怎么可能还会是我们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对、啊、对对对对对，所以不可能是你，对，合理。小白来，你刚刚在干嘛？不是啊，那白来不是你啊？你有看到他们两个吗？你有看到他们两个吗？我谁都没看到。你瞎了？表示你们两个谁都没看到？不是不是，刚刚鱼仔，你刚刚在这里对不对？你刚刚在这里对不对？对啊。对，雪兔在楼上，我在那里，我在对面那栋屋子，因为他是狼啊，我在对面那栋屋子啊，他要杀人了，不是不是，杀你，他才看着你。听我说，我刚刚在对面的屋子，我看到你们两个人。那小白呢？你刚刚从头到尾跑去哪里？我在桥底下。我有看到阿谦刚刚结束的时候，白天的时候是从这里跑过来的。他们两个是狼啊。那我不是，我也不是。所以小白，你说你刚刚从阿谦那个地方跑过来的，可是那里是阿谦刚过来的地方哎、欸。阿谦，你刚刚有看到小白吗？没有看到啊。那如果阿谦确定不是狼的话，小白可疑性很高哎、欸。你才高吧？我踩你一跳。你踩我一跳。你是狼人吗？哎、我踩你一跳。你有百万年薪吗？没有。你有百万年薪吗？我穷逼，不是你。不是你、啊、我知道是谁了，我要组织作战了。哦，我知道是谁了，我知道是谁了。只要拉拢我，你们说，鱼仔不是你的话，那难不成是我？不知道，就是他是谁了？不是你的话，百万年薪还有谁呢？哎、欸，我是一个月了。哎、欸，他是女巫啦！哦呀！可恶！我应该先抓到女巫的。百万年薪的鬼骗人的鬼，我的天！他们骗我，被你骗了！哇！哎、欸，第一场好刺激哦，骗过好多人哦，好好玩哦，好好玩哦。哎、欸，我觉得女巫太强了，女巫要丢药水了，又看着就死掉是怎样啦？超强，而且远距离耶，超远，死亡凝视。哎、欸，我决定，我们要来把女巫给拔掉了。我来看看哦，我们把，我们见不得别人好就拔了。你这女巫太强了啦！女巫太强，有没有什么角色一样是晚上可以杀，一样是晚上可以杀我们的那个狼人，但是没有这么的强啊？就是至少要靠近打到他之类的吧？女巫远远的只是狙击枪哦，啊，狙击，远远的只是狙击，我狼人我还去追人呢、欸。好像刚好是我最擅长的、欸，好像没有哎、欸，那何不我们就干脆不要有女巫了。
来，好，我们要把女巫拔掉，但是我们这一场来加一个新的角色好了。我们刚刚上一场有掘墓者，跟大家介绍一下掘墓者是什么样子的职业。掘墓者呢是如果你挂掉的话呢，你可以去挖那个人的坟墓，然后你就变成那个职业。没错。Oh my god！ 我们呢？这一场新增个骑士，好了吧？跟大家讲讲骑士是干嘛的。骑士呢是白天的时候，他可以选择一个家伙跟他决斗。那如果那个家伙是狼人的话，他就会把狼人干掉。但是如果那个家伙是个普通人的话，骑士就会自己挂掉。有点像是我们在玩谁是杀手的那种感觉，这样子理解吗？好，那我们来加个一个骑士、okay. 这个样子，然后把我们的女巫给拔掉。好的，各位准备好。人吗？准备好，我们就要准备 go go 了，来喽！很对，我们再让游戏的就是变换性稍微大一点点好了，好吧？我们来让狼人有可能是一只，有可能是两只，好。OK， 准备了。我觉得这样子掘墓人才有可以选到反派的可能。没错。那准备好了，来喽！很对 ，two one， ready。来了，藏在扭。哎、欸，我们还没有换地图哎、欸，没关系，就让地图给他玩个两次好了。他的地图好像总共有500张，不是500张那么多啦，大概有500张，哇，9张10张啦。那等等，我们就东玩玩西玩玩，我先看哦。哦，谁把我要找的带走了？谁把我要选的带走了？是谁？我现在要看到底是谁把这个狼人给拿走啊！你要是选的一定是狼人呐、啊，拜托！现在怎么按钮不见了啊？是这个狼人。找到一半按钮就消失了，是怎样啊？因为你把狼人拿走了，这么厉害、啊，没有狼人还在，好不好？狼人还在，我就说按钮不要藏到这么难找吧，好不好？按钮，谁还没有？我找到是谁还没有找到按钮啊？找不到狼人嘞、欸，还有谁？你找到狼人？狼人，自己讲出来哎、欸！自爆了吗？没有，自爆啊！再见了！我挺好奇狼人跟按钮放在哪里。我第一票投鱼仔，各位。为什么？第一票投鱼仔，他找到狼人啊！我只是看一下那个长什么样子，不代表我有按下去。你们听我解释，如果是狼的话，我就。我不能怎样，但我不是狼，对。你不是，你连承诺都不敢置信啊！你没有置信，你不敢承诺，就代表心虚。有问题，连承诺都不敢狼给。飞一会儿，我们看下一局还有怎么样。如果是狼的话，我就要胖5公斤。好的，听起来很简单，你这两天就有了。谁还没选举啦？快点选呐！都选总统了，谁还没选呐？还有一个人呐、啊，不敢讲啊！我刚刚那个家伙是谁啊？哦，是谁啊？没有警长。是谁啊？没有警长呀、啊！啊，没有警长。天黑请闭眼。天黑。我在你身边。谁啊？闭眼的了。谁？我刚刚以为有人在这里耶。狼人不敢出来了呢，快、哦、出来！你要盯着你，最好不要给我变身哦，小心点手上拿出来的东西哦。小心哦！我哎、没有哎、欸，没有哎、欸，我这场是人哦，开一楼是不是？不要吓门哦！哎、欸，我们互保，我们互保、欸，等一下，别再拿东西！不是给我拿钓竿，听我解释了，真的。你不要给我进来！我当你的见证人啦、啊，你就给他杀了，我当你的见证人、啊，快点回头啊！救命啊！救命啊！真的啦，信我一把，怎么来的？救命啊！在哪里？你跑到我看不到地方，我保不了你。那个，救命啊！你各位，他们在房屋里面在干嘛？谁在房屋在干嘛？我没有跟鱼仔乱来。雪兔小心，有人上去了。我没有跟鱼仔在乱来啊！哇，鱼仔嘞？啊，就说不是我嘛。你为什么杀我的人才讲话？我反应慢慢不错了吗？你很紧张哦。我没有啊，我很快乐啊。我投鱼仔一票。什么情况下很快乐？啊，对了。听我说。听你说。我跟你们玩，我觉得由衷的快乐。就对，就是这样。我真的不是狼性我一把。吓唬人，连性50万，砍半嘞！砍半嘞！啊，大哥，我有一句话说，你说，好像有看到人有人从那个房子出来，有人从房子出来。对，是谁？那个人好像有点白白的，有点融入背景。对，小白。
你怎么、欸、你怎么觉得随便糊弄个几句你就被歪了嘞、欸？你要想一下，拜托你闹一下嘛。好，那还有有没有预言家要跳出来？谁？谁是预言家？预言家没有预言家，不会预言家选兔吧？预言家死啦！预言家预言的是年薪50万呐、啊。是我啊。但我现在门槛的预言家那么惨还敢跳、啊？现在我们有两个线索，一个线索是鱼仔很可疑，另外一个线索是刚刚河毛踩了一下小白。河毛跟小白这样，你有互踩吗？小白你要踩他吗？我觉得是因为他平常不讲话，但是他接下来突然冒了这一句在踩我，我觉得反应有点太大。可是他上一场觉得可能就是，可是他上一场踩我很准、欸。他上一场踩我很准哎、欸。可是你有两个证据，一个说你年薪100万哦，没有，他说500万，他说这次年薪50万哎、欸，啊，我下一阶不就是你吗？对啊，比较低啊，就是你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不是你？这感觉就是你们呢、啊。我先投了，各位。没有，我先投了。啊，对了，各位，对了，各位，你们如果我躲很远，你们就这样，我根本就没有，我根本没有去。因为这个是那个报，这个是报名狼人杀，所以如果各位如果你是狼的话，你也可以采取的，哎，我就是狼，然后就跑了，然后不给大家，不给。大家票不一定要聚会，是我相信世界上是最无辜的。买个 pen 啦，最后倒数4秒，希望大家忏悔，不然你们就死定了。买个 pen， 让我忏悔一下。完了，是河猫，不是，是河猫，真的假的？是还装啊？就说不是我，鱼仔快跑，鱼仔，我不要跟鱼仔，阿谦救命啊！太可了吧！我姐姐也是亲我一把嘛！你不要是追求我啦！你是我怀疑的对象。不好啊！我不要，只有你可以澄清我的。我没有要澄清，对不起，我没有要澄清，我放弃。我放弃。我放弃。谁要跟我保一下？拜托。我放弃。嗯，加油，鱼仔，我保不了你啊，怪怪的、啊。我真的没有怪怪的。我没有怪怪的吗？我是村民啊。为什么河毛从头到尾都不讲话？河毛在屋顶干嘛、啊？我好惊讶哦，搞错了呢！你好惊讶，你好惊讶！我白天投死你啊！你好惊讶，很惊讶，可以了。我白天就为小白复仇，河毛下来了，吃我一票！就是你的，等一下，吃我一票，来就急吗？吃我一票，你是好人吗？河马来了，鱼仔，你这是好人吗？我是掘墓，我先票了，我先票了，我先票了。那你相信我，相信我，投案神，快点！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等一下，阿倩，河马是好人，为什么？为什么河马是好人？我是好人，我觉得可是年薪50万，我对鱼仔啊，不是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谁说话我就信谁。那绝对是鱼仔啊，那绝对是鱼仔啊。什么？他说他是盗墓者啊，那你是什么？对啊，我是村民。你说村民已经死了，我没有，我就是村民。村民有两个，你也是村民。零到两位哎，耶！你们杀错了，可能就阿谦。我跟你们说，阿谦，我跟你讲，你先倒地。如果你真的死了，还没结束的话，我再帮你那个鱼仔送你回家殡葬。因为真的还没杀的就剩你们两个，真的还没杀的就剩你们两个了。我现在有点要跑了，我剩20秒了，先走了，拜拜。我是预言家，我不是，快点反悔，真的不是我。哎，阿谦真的会爆炸。你刚刚那个不理我，没办法，真的会爆炸，真的会爆炸。阿玛，我保你，所以我们等一下两个就是跑，知道吗？真的会爆炸，确定你了？确定？你刚刚怀疑我就是你，真的啦，真的啦，真的吗？真的啦，真的吗？游戏结束。Go！ 看到你了，好多村民有看到阿神变身，可是我不能在那个时候说啦。还一直说是我、欸欸、哦，好可怕哦！欸、我又经过一个回合了，哎、欸，还可以吧，还可以吧。中后段人真的太少，太难带了，太难带风向了。我决定，我们来把预言家给拔，没有啦。好了，我们来换个地图，我很干哦。我们来一个新地图好了，好不好？来一个花村，好不好？这个是即将抵达花村。花村，我们的职业呢？职业嘞、也来给他选个选好的。这次我们来把盗墓者一样打开，然后村民给他少一点好了吧？村民就一位，好不好？最多就一位， okay. 可能零位，可能一位，有可能没有村民。然后呢？我们这一次就来玩了。
玩什么嘞？玩抖 M 教徒好了，好不好？跟大家介绍一下抖 M 教徒是什么。抖 M 教徒呢，你要白天的时候被大家票死，你才算获胜。对，你要假装你自己是狼，但你其实不是狼，理解吗？各位，理解哈 ？OK， 来，了解了。如果都准备好的话，今天的第三轮准备 Go Go 喽，来喽，各位，对 ，Two One Ready Go Go。花村哇，好大的城堡哦！没有玩过，我没有玩过斗阵特工。这里真的长得像花村吗？还是其实一点都不像？哇，好像。Overwatch， 吸毒的游戏。就长在这个地方的了，就长在这个地方的。各位哦，这种地图不是新地图啦，这个地图是斯米乃他们的另外一张地图，叫做什么炸虾的什么鬼东东。他把地图，对，我想说这个有看过啊，很眼熟，对不对？很眼熟。现在谁还没有找到按钮啊？鱼仔找到按钮了没？对呀、啊，我找到了。你确定？完了。真的？我也找到了。你确定？你有找到吗？非常确定哦。啊，那就是雪兔跟小白了哈。哪个？在说什么？我先跳了。你在说什么？雪兔跟小白是哪？我是圣骑士。啊，圣骑士，我们根本就没有开圣骑士。我是圣骑士，牛好不好？牛，我是你开了，有开了，有开了。哎呀，偷骗呐！好，我们这场有圣骑士吗？我要当性别骑士。性别？没问题吗？好像可以，好像可以哦。你知道性别不正确，我就跟你。决斗，你知道在欧美他们的性别有五六十种吗？超酷，超酷，哇哦，就五六十多，好像还更多的样子。来的，大家一大早我们在城堡里面来举行国王选举，好了，好不好？来举行国王的选举，来，我到了，这边中间有会议厅，这个是禅室，是不是？这是我们坐禅的地方，来了，各位。那刚刚上一局我们那个留票了嘛，对不对？我们这一局一定要选出个好国王，好吗？我们那个好警长，对，好警长，好警长。我自己个人投个鱼仔，好不好？我投个鱼仔，因为我上一局就是好像对他有点怕的话，我就把他头上那个扣帽子。不会啦，我很舒爽。有办法投给自己吗？也可以投给自己，如果你想投给自己的话。好，哎，要投给我警长吗？让鱼仔当警长。我的证件就是，如果你们投我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吃到。我们就死定了。鸡排。啊，没有骑士鸡排，你都现在都还没有吃到骑士鸡排，为了骑士鸡排，谁还没投？谁还没投？谁还没投？快点投一投，永远都会有一个家伙都不投，投自己，投自己，哇，高票当选，好啦，大家找个好地方，然后躲起来呗，一宿一宿一宿，好大，这个地图好像起来了，警长就应该去警长的位置。你说你要坐在那个城堡里面吗？你要给狼人，你要这是国王吧？这是国王的新衣吧？国王的新衣，拜托狼人不要杀我！这狼都要直接来了，你还跪在家里？你可以叫性别骑士去保护你啊！性别骑士。来了，性别歧视来了！你的性别正确，我不会对你发起挑战的。我这里过不去，这里过不去，这里好危险！河马过来，我差点对他发起决斗了。哎，才第一天，不要这样子，随便决斗。哎，决斗整场游戏只能够决斗一个人哦，所以看清楚再决斗啊，不然就直接。想想，对，性别正确啊，男性看得很清楚啊。可以不要那么的凶吗？好了，大家都找到舒服的地方了吗？都找到舒服的地方，我们差不多要让白天说拜拜喽，来喽，这里应该很舒服吧 ？OK， 白天说拜拜。直接说再见的话很难受哎。这边如果真的有人来的话就很难受哎。这张地图很空旷哎，这张地图很空旷哎，对，超空旷哦，超空旷的。哎，你是谁？我靠！喂啊！结束了啊！什么？我们的国王？哦不！性别歧视嘞！性别歧视！性别歧视嘞！性别歧视！我要先跳一下了。那个，我是预言家，有没有人要跟我跳嘞？有吗？我先说。你要踩谁？你要先说。我先不说，我说有没有人要跟我跳啊？预言家，有人要跳吗？没有了哈，那我要说了，阿信是狼，阿信是狼。我操！我验到了，他是狼。
他是狼。性别歧视杀人呢、欸？没有，刚管一下。刚刚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性别歧视杀的，但是我刚刚验到阿青是狼，讲完了。不要乱讲话了，没有乱讲。嘉华哦，阿青在城堡里面，阿青在城堡里面，不要他，快点，各位。猎杀阿谦，他说他是冤家，你们就相信？就是、他随便说说，你就相信哦？啊对啊，不是我考试，我会帮你报仇的。来，我帮你讲，快点！小白上阿谦反，哇塞呀、啊！小白、哦，等一下下，雪兔根本就不是性别歧视，雪兔是狼，追雪兔，追雪兔，雪兔人呢？他在树上，他在树上。他怎么上去了？快点，快点，快点！你们在树上堵他！快，这边立刻打掉了！你们，哎、欸，他跑了！雪兔子，他根本不是性别歧视！完蛋了！快点，剩四十秒！哇！在骗啊，这个啦！哇！他躲去哪了？真的大骗子！找到了，找到了，这里，屋子里面，屋子里面，各位！跳过白天，跳过白天，各位跳过白天，碎啦！哇！为什么可以双杀、啊？怎么可能？哇！因为一个家伙用挑战啊，一个家伙发起决斗啊，而且是真正的性别歧视哎、欸！决斗者，性别歧视呢？他是真正的性别歧视、欸。哇，好强哦！哇、啊，所以你刚刚被背刺哎、欸，你刚刚被背刺哎、欸。我想说我要跟他站一起比较安全，然后一转头他就变成狼了。超惨！你以为我是、哦、你以为我是歧视男性吗？不是，是女性。啊，哇，糟糕了！哎、欸，这言论有点不对了。各位，我们，我发现我们人比较少，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用预言家的话，其实很容易就直接抓到狼了。所以何不我们真的把预言家关起来？我觉得预言家真的好像有点太强了。但是我们要怎么知道谁是狼呢？用判断，用语言，好不好？然后呢， okay. 然后呢？如果要干掉那个敌人的话，我们只能用票的，或者我们只能够用性别歧视来去那个，好不好？来去干掉他，好吧？ 然后我们就不要有聪明了，好不好？就不要有聪明了。Okay. 那这样子，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的话就准备开始了。哎，等一下，我们还是得要有一个村民，不然狼有可能真的会有两只。还是好，狼可能狼就两只啊，狼就两只 ，OK 啊 ，OK， 狼就两只，然后村民可能会有一个啦，好不好？就不一定啊、就是零。因为你狼砍了一个，他会马上进倒数啊。哦，对耶。但好，没问题，那狼就两只好了。好，各位好了吗？啊、来喽，对 ，two one， 来换个地图啊，差一点点哦，来，我们来去个。所以这个就是旧地图啦，我看懂了，这个就是旧地图。那我们来到个度假村好了，好不好？各位，来到个度假村，准备喽，对，去度假喽 ，Go Go！ 好，按钮时间，好怀念的地图啊，好怀念的地图啊，我给你看哦，度假风地图，对，度假风地图，我可以把按钮藏在海龟身上吗？可以。就很像是他身上卡塑胶一样，你会被抓。可以把按钮放在嘴里面吗？放在嘴里是怎样？从你嘴巴抠出来哦。好，到剩十秒，各位，把你手上的按钮给它放下去。抖音，嘴巴那么劲儿，这个，哎呦。有个家伙在我面前变抖 M 了，我们这场有抖 M 吗？是，哦，有抖 M 是不是？我们这场有个小抖 M 吗？抓到了，感觉不错。你是那个抖 M， 所以可能，所以可能喜欢被打。等等，有一个家伙他会跳出来说他是狼哦，所以大家稍微小心一点啊。注意啊，看看大家言辞啊。对呀。有个家伙会抖到又不行哦，他可能会骗大家。冤家啊，很可怕的哦。不要乱投。哎呦，只能看大家的言语的哦。哦，那个性别歧视没有人要选哦，那是我们唯一可以在白天杀狼的东西。对啊，居然没有人歧视我喽，拜托。对，有没有要性别歧视一下啊？太靠背了。怎样啊？我说树、okay, 上吗？我看到了。OK。哎，我是只可以远距离。我可以远距哦我在那个鱼仔身上撒了一点东西，撒了荧光粉，好色哦！我撒了，我你说我刚刚在他身上做了一点记号，他身上有那个荧光粉的，荧光粉的、啊，他晚上的时候会发光，你们就可以看鱼仔那边这边荧光鱼，这边干嘛？荧光鱼，谢谢谢谢，好不好？它会变成一只会闪闪发光的鱼儿。哎、欸，这里有箱子哎，为什么会有箱子在这个地方？啊，对了，各位，这栋地图有跑酷哦，超酷的，超酷的。
好了，好酷，那我完蛋。我手控很缓，哥哥。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哎、欸，好多像哦，这个像，哎、欸。四米来是直接把地图移植过去，这个箱子是这个箱子是那个啊，上张地图，上张地图需要用到的那个箱子，他直接把它搬过来，好笑，没拿走，对啊，东西没拿走。来喽，各位，要不要跳过白天啊？还是你在找最适合躲藏的地方？跳了啦，跳了啦，啊，跳那么快你是狼啊？跳了，跳了，跳了。对啊，我忍不住啦，没有啦，开玩笑的啦。抖 M 是不是啊？哈，一直抖 M 啊。哎、欸，请问一下，荧光玉有发光吗？我怎么没看到？没有，它是后面，它后面会有轨迹，走路的时候会有出现绿绿的那一个点、哦哦，它就会撒，它就会撒一些奇怪的东西，就对。OK， 好，没事没事没事，互相看一下就好。对对对对对，我们在这里看，你下去了。对，我过来了，我过来了，我离你远一点，我在跑酷。你们都在哪？这样这样子够够。我怎么这么毒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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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毒了，因为有因为有那个你的亲戚。小白，小白，你完全没有在躲哎、欸！小白，你在渡河干嘛要杀人啊？河马，河马，你在干嘛？河马，你要变身了吗？你在找没有人看的地方，我看着你哦。你要变身你就直接，旁边还有阿谦哦。我现在全部都看得到大家。不行哦，不行哦，不能变身了。这张图是不是有一点不太适合？哎、欸，狼人也太冷静了吧？不是要你变身这样就不对哦。我觉得这张图有点对狼人很不优哎、欸。这是那个、欸，而且重点是。鱼仔为什么那么冷静？鱼仔你怎么还在外面？夜深了应该待在房子里面，你在跑什么？我想要鱼仔，鱼仔，鱼仔，我真的很无奈耶。阿姆就赶快找人来保我、啊、你要当我的剑保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要歧视你咯不歧视我了我要歧视你咯剩三秒咯白天要过了完了这张完全是人图耶、欸、对啊这狼怎么杀完完全就是人图耶、欸、但我们有两个狼人对不对好啦那我们可以选雪兔吗我就想要报上一局的仇好那你过来那你过来那你过来等一下我跟你决斗我觉得雪兔是人欸鱼仔是狼欸人欸我怎么被你杀掉是啊我们剩下那个我们剩下一只欸所以还有一只狼河马说句话说服我不然我要投你了嗯说句话对说服我啊！哎、欸，阿德，我觉得先不要，我认为小白的可能性也是很高的，因为刚刚其实他们两个人都是在找人的，没错，我根本他们两个都是在找人的。OK， 小白，那这样我是不是歧视错了？对不起，鱼仔，小白都躲在旁边 ，K 哥。就默默看了，说不定他在做坏事，你也不知道。嗯，我在看着，我就看着。没有，那个雪兔，你歧视错的话，你自己会挂掉。哎，晚上了，我跟小白他们太近了，对对对，所以你真的是，你真的票对人了。我歧视正确啊，对你歧视正确，没错。原来你真的是狼人啊！他是，不会这样，不会这样。我想说，我杀着开心就好了、欸。没有，这个狼怎么那么没尊严呢、啊？尊严呢？被杀了你，被杀了别人还不知道你是狼啊？我很抱歉呢、欸。所以我说抖 M 呢？对、啊，有没有可能他们两个其中一个？可是对耶，如果票错的话就，就抖 M 就赢了、欸。怎么办啊？想一下，完全不现身哎、欸。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投，可是不投没有办法结束啊！没有，就等狼人真的开始杀人的时候再说。这样他绝对不会杀人啊！不行，我们一定要知道谁是哎，河马说服我们，河马啊，不要喊啦，说服我们啊！你讲，有一个人就不说话了哎。思考一下，你思考一下，好，那个小白，你说服我们，我要怎么说服你们？随便，你就说服我们，你是什么职业？我不能说，不能够说职业，对不起，啪啪啪，你说服我们，快点！我是好人，我在上面观察大家，绝对没有对大家有任何的坏意。好，各位，我已经大概分段的出来了，我觉得河马是狼人， okay, 然后小白是抖 M。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很好，别跑！快点跳过白天，跳过白天，大会跳过白天，快！跳过白天，游戏结束！太好分辨了吧，你们！
人，我才不是抖 A， 结果抖 A 是阿千呢、欸！不要你的魔王大单了，你看你最低的才是抖 A 吗？完全不知道什么啥、欸、不是啦，河马我太不会讲话了啦，河马我太不会讲话了啦！天哪，我不要好了，我来个雨夜，我要做一个，然后不知道做什么。不是，你要学会带风向。对不起啊，我就想说你蛮可疑的吧，对不对？来哦，各位各位，今天我们第一届哎回归的第一届的狼人杀的最后一场，准备要开始了。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我自己不要再杀鱼仔，对不起。我们其实留到第二个晚上，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变异的一些狼啊，我们都还没有玩过。但哎，我们因为今天是回归的第一届，所以稍微让它简单一点点。哎，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就帮大家大的喜欢，哇，五千个喜欢，我们下一集呢就会陆陆续续开放这些奇奇怪怪、有的没有的狼，百变狼是什么、啊？百变怪哦，是不是？那我们呢？哎，这一场就一个巫毒女孩，好了，跟大家讲讲巫毒女孩是干嘛的。巫毒女孩呢，我们来把那个圣骑士给她关掉。巫毒女孩呢，她每一个晚上可以下一个咒，然后一个人她只要下了三个咒，她就会死掉。然后呢，同一个人对啊，同一个人。然后巫毒女孩呢，她的胜利条件是什么啊？我给她有点忘记了。巫毒女孩的胜利条件好像是如果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就跟好人一样啊，但他可以一直、哦、一直盯一个人啊，死掉啊。但是巫毒女孩必须被我们的预言家给预言到，所以我们至少要有一个预言家，然后掘墓者把他给关掉了。所以我们至少要有一个预言家，只要巫毒女孩她最后游戏结束的时候，她还活着，不管狼人赢，不管好人赢，都是巫毒女孩获胜，其他人都输。所以预言家一定要预言得到巫毒女孩才有办法，好不好？好，各位、okay. 准备好了吗？而且他不止可以这样子预言，他还可以杀人。来喽 ，2, 1 ，Ready, Go, Go！ Oh, 今天的最后一 round， 真的，这张地图真的超神的、欸。回来又觉得很神，你看这边有中医诊所，超可爱，超可爱。好呀，我们来把按钮给他藏。猫咪，可爱的小猫。我要来这边拿清冠一号，这里有那个珍珠奶茶。可不可以清冠一号？哦哦哦，他都把按钮藏好了，这么的快，这么的快，藏得很快呢。加很速哦，藏得很快呢。珍珠奶茶是什么啊？我不能够买珍珠奶茶，好可爱哦！哇，又是两哎，那如果有这样子巫毒女孩的话，一开始狼人要跟那个预言家合作，不可以杀掉那个、欸，不可以杀掉那个预言家，对耶、欸！预言家如果死了，巫毒女娃。巫毒女娃，巫毒女娃，非常可怕、欸。女娃，没错。哎，谁还没找按钮啊？最后一个狼，我在找。哦，你在找，你是狼人。我不是简单狼而已，他自己把自己吐出来嘞。哦、好的。好的。不然我们就忘记好了。哦，好，我忘记了，刚发生什么事情了？蓄意，投票，投给谁了？投给谁了？各位，投给阿千了，好不好？投给我，这次让我当警长了吧？给阿千，好来 ，OK。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当警长？还是选阿千啊？我觉得你挺腹黑的啊，人生都有死亡的机会啊，这是我的人生啊，这不是很好的吗？等一下。等一下，什么树？不是，我是预言家，真的不行，你杀我的话，还可以这样子啊？因为还可以哦，那大家都是预言家，好人都说我是预言家，也不要这样，我真的是预言家，我真的是预言家，我这地图很大，预言家，这地图很大的。我小小跳一下河毛，因为他刚从那边跑过来啊，小小踩了一下，但我不太确定是不是。等，我只是跟你打招呼而已。好的，没有，因为我刚刚最后是看到，因为我刚刚看到雪兔在上面，然后我在下面，然后狼往那个地方跑，然后白天的时候你从那个地方走过来，我就觉得有点怪的。不投了，我觉得这一局回合就先不要投好了，因为反正都没有人死掉啊。还是你啊，雪兔。我在上面，我已经被看到了，我怎么可能下去？我保雪兔，狼刚刚都在地面，两只狼在地面跑，但是雪兔一直在上面，对，所以我保雪兔。但有一只河马超怪，超级哎，没有，我很正常，真的。
你很正常。我保鱼仔，我保鱼仔，鱼仔刚刚一直在建筑物内，我其实有看到他。哦，真的吗？我也觉得鱼仔不是狼人呢、欸，哈。我保鱼仔，我保鱼仔，他贴好。我不是。小白呢？有没有话要讲？小白。没有。还是是你啊，小白。是你啊，小白！又我一个平民，不是我们这场有抖 M， 哎，奇怪，我们为什么抖 M 都装的那么不像狼？奇怪，还是你啊，小白！啊，我说不定是抖 M 呢、啊。对，就我来。对，有可能哎，如果鱼仔是抖 M 的话，他就是超聪明抖 M 哎、欸。对啊，我就是他就是被你们发现，聪明笨，聪明啊！起飞！我想说，我怎么跑着跑着就飞起来了呢？笑死！我飞起来了！好绕，跑着跑着就升天了。我刚刚真的跑着跑着就升天了，超好笑的，超好笑的。来了，现在、现在就是逃亡时间了，你各位。战况非常、非常的焦灼。快逃啊！哎呦，我们来看看。我刚刚看到一只狼在跑。不要扛吧！我刚怎么看到人在追狼啊？哈，有点奇怪、欸。为什么怎么反过来了？有点奇怪耶、欸。谁在追我？有点微妙。在追我？有我看到、啊。没有啊！欸、我没有人吗？我看到，小心！等一下，有点神奇。我用第三人称，我看不懂现在发生什么事。我找不到人。有啦，有人啦、我现在是你们就出来一下。没有啊，你又不在我后面。我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啊，看好有趣啊、哦！狼也太弱了吧？狼到底在干嘛？你们可以站着不要动吗？狼也太弱了吧！小白在哪？小白，你干嘛？我就一躲在房子里面啊，而且河马在里面。小白要被砍了，小白。小白要被砍了，小白。如果他是抖M怎么办？你知道他如果是抖M怎么办？我不是抖M。等一下，我帮小白作证了。小白刚刚其实都在我旁边附近，对啊，所以。但我们有两只狼哎、欸啊，那就只是有问题吧。那我们投已知的吧，鱼仔。今天我是已知人吗？拜托，可不可以？鱼仔活够久了，活够久了，我都还有空间。这样子好不好？鱼仔在哪里？鱼仔不见了。大家冷静一点，我们这边先让鱼仔把小白杀了，反正他是抖 M 嘛。哎，对耶，你说晚上的时候让狼杀掉抖 M。对啊，这样不错啊！你要叫他出来、啊，我们不能，他杀掉我们直接输掉，因为人数是平票了啊！对耶，哎，超危险！现在是宇宙恐怖平衡呢，好可怕！如果就让我杀雪兔，你们剩下45秒的时间，要杀得到他、啊！你们剩下45秒的时间，各位，没有多少时间了。啊！来，打中！哦，阿杰刚刚剑都挑出来了。我正常人呐。河马，他也觉得是河马。河马太安静了。掉落，闪人啦！哦，懂了，他是懂了吗？我会觉得，我还在想要怎么办。已经有人投我了。我靠！我赢了，真的是完全不讲话，游戏就获胜吧。哇，最想会赢啊！不是啊，我们太顾及鱼仔的想法了，应该带他出场的。就叫你们班子注意我。Alright， 第一届，我们的阿乌狼人杀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还是跟以前一样欢乐。如果各位想看到我们再找更多 YouTuber 一起来玩这个超有趣到一个爆炸都不行的阿乌狼人杀系列的话，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喽 ，See you guys， 拜拜。